是我的秘密基地，我所有买的东西不敢让他知道的都藏在这里。这是我私密的空间，跟你们分享真的好吗？这样不都被你们看光光了吗？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间呢，就是我的卫浴，就这么小一勉强哦，对，就几十万。我每天回到家，这是我最享受的空间，因为呢，我就是可以在这边好好洗澡、泡澡、放松一下，释放我一整天的压力跟疲劳。嘘，不要告诉我妈我在哪里，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我所有买的东西不敢让她知道的都藏在这里。第一集呢，我们都是介绍公共的区域，现在呢就要来带你们看我的私人领域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平常书画啊，或者是办公啊，就是有一个小办公桌，也有很多可以摆我包包啊，就是有点像精品柜子的概念。这里呢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饰品柜。有没有看起来很高级？当时我就跟 Tina 讲说，因为我很多里里扣扣的小东西，我希望呢它是可以一目了然，就是我想要今天带哪一个，我就看到它我就可以拿起来立刻使用。它就很像一个精品店里面在选配件的感觉，再搭配上这上面的灯具，是不是整个质感大满分？而且它这个灯我实在很爱，它是可以调高度，然后自己升降到你喜欢的位置。而且呢它很酷的是它是感应式的哦，挥一下它就关了，再挥一下它就开了，而且它还可以调亮度。对，就是呢你用一个 C 型的手势呢去改变它的色温，你有没有觉得它有没有越来越亮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吗，你是亚洲第一个他们合作的对象，他们国外合作的都是一些好莱坞明星，各方面的设计都非常的人性化，然后他现在还可以就是跟 Apple Watch 做联动设定，贴心的选配的项目，比如说无线的遥控面板，就是让你比如说在餐厅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在桌面上就可以做开灯关灯的操作。再来就是万众期待我的更衣间，因为之前呢我的家有个很浮夸的更衣室，那现在我的更衣室会长什么样子呢？来吧。这是我私密的空间，跟你们分享真的好吗？这样不都被你们看光光了吗？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间呢，就是我的卫浴。很三八 Tina， 我真的超爱这个我的主卧卫浴，这根本就是为你打造的，真的。你知道每天回到家这是我最享受的空间，因为呢我就是可以在这边好好洗澡、泡澡、放松一下，释放我一整天的压力跟疲劳。所以这个空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这个卫浴要很符合你的个性，嗯，对，气质，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的
使用宝慈兰 Loken 的这个卫浴，因为它是其实它比较少见，就是它是镀铬的黑色，低调的个性感。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卫浴的照片，我整个觉得太爱了，我就觉得这完全是我风格跟我喜欢的东西。嗯，当然还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强搭配这个东西，所以这两项就是完美的搭配。这面墙你一定要给我好好接手一下。对，这个是皇宫般打造的，这是镀，就是一个镀钛的金属饰条，钢琴马赛克。所以这一面墙，然后它是从国外特地运回来的，光这一面墙的价值是多少？你说？不好说，你就说，几十万。哎、欸，就这么小一面墙哦，对，就几十万。对啊，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说什么？然后它整个搭配那个 3D 图出来的视觉效果，我就。开蕊我还硬要对，他还硬要，他非常的坚持他要保留这个墙面，对，这个才有低调又奢华的女王风范啊。对，但是打造出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啊，好啦，开蕊是值得的，真的。